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土豆，早安。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洗出去了。这天气还有点小小的闷热。有点洗漱了，跟我说洗冷水有点热。土豆。麻麻辣辣的，要吃你干爹。干爹。嗯。哥。我觉得还是那个萝卜干下饭好吃呀。嗯。你不想在库房去打小工吗？你现在可以去了。真的呀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开啥子玩笑，你要去你就去噻，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住了哈。我开好钱一天呢？一百两百。真的呀？一百两百。两百，我还是去试一下嘛。好。去噻。我看我能不能坚持。哦，看你能不能坚持。肯定能坚持。你不相信我？去住几天，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。真的，跟我开两百块钱一天呀？两百三。哇，这么安逸。土豆儿，这下我要去上班了，你一个人在家里面玩哈，听到没有？可以可以，我们两个一起努力哈，争取再买套房子。买起来，你不想买吗？肯定要买噻。
所以说必须得努力呀，晓不晓得？